负责众筹登报的脸书团队 Freedom Hong Kong 表示，第一波行动将在全球9个国家11大媒体上刊登广告，其中包括英国金融时报、德国每日镜报、德国日报、西班牙世界报以及韩国东亚日报等。第二波攻势是户外广告，周二英国地铁 Waterloo、 Liverpool Street 等主要站点，芬兰的电车、地铁、货车和商场内将张贴相关广告，加拿大也将开启广告货车旅游。团队在脸书上透露，还将公布第三波广告攻势。团队在脸书上呼吁港人，今天绝非最后一战，即使受挫也绝不能屈服。此外，他们还在推特、 Telegram 以及 Instagram 上发布信息，号召网友拍下相关广告，将其发布到社交媒体。新唐人记者毕新慈综合报道。